来吧，死哥理财一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没人在。进我们野区了，这边等。他这个是两个闪现都给了，我直接倒着刷吧。这女坦闪现也给了，直接往下说。这女坦没闪现呢，人家在玩梗，只有弹幕你自己当真了。哎，他不是闪给了吗？怎么又好了？我记得他闪上去的，是另外一个人闪的吗？是 A， 难道是 AD？ 刚才不是记得前面有个人闪上去，然后被谁拉了人头吗？是我记错了？算了吧，这个月的风险有点大，走了。再 Q 两下，这我没啥事做，等一下蛤蟆就刷了。我们第二轮也刷的比较慢。南沙刷的有点慢，我第二轮也这个5分钟左右才刷的，我是双 buff 起手。所以我回去还要再等个半分钟。下路对面下路也闭了，说完这组野我们再走。哎，这个南昌没去我们野区啊。花点钱，那走不走？坏了，我要死了！
此刻攻击速度太慢了。他下个版本还要把大部分法师的攻击速度给他上升一下，调整一下，优化一下。不过下路是没双招的， AD 也没技能，疾跑快到期了，还要再打。就先给他拉回来吧。这边放个眼，这边南山蛤蟆又快刷了，先吃蟹来，吃完蟹他蛤蟆就好了，然后蓝 buff 上了也好了。赶紧升六，这蓝天要是没来应该进我们蓝区了，这个血量大不死。完美错过，可以，他该溜子啊。那我们上半区的野还在，这刷爽呢，直接开大下路打架，有大招多看边路支援一下，你这还要进我野区。这南墙好像不太服气的样子，他有点生气了。每次给他错开了，他来的时候就野没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野的，我以为他没打桑兰呢，还是打了呀。他应该是打了直接来蓝的，我原本我以为我高估他，原来我低估他了，感觉他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啊，他介于会跟不会之间啊。我一开始以为他不会，后面我又发现他又会。不是吧大哥，把虫子先拉掉了。他们在打呢，哎，又是先被线上来抓。刷个大钱就够了，收点钱再升个旗。
这丫头不会又要来了吧？先等一下，先等他刷一会儿了。搜一下，应该死了。哎呀，跟他走。再预判一下他的E，他不E了，还是已经E过了。48秒。把龙控一下吧，这南山出木刃呢。这女坦喜欢没规律左右左，啊，其实这种情况你就推着她 E 开 E A 她就好了，给她自己慢慢扭。接着放 W 减速，这样他走不出我们的减速范围。死哥，玩死哥一定要会学着斜着 W， 斜放 W， 他走直线他就会死。这个血量开大应该杀不了。会差一点点，他嗑药了。先来个果子，接着放 W 减速一下。他只要走位是往前直走的，这个斜着 W 就能一直减速他。最后一个 Q 的蓝给他收了，再 Q 一下就是好了，差一点点。来个发电机，再加个大半。哎，不过还好这卢仙给他收了，那还有个助攻可以。差个53块了。赶紧升个11，在 LCK 的赛场 LPL 内战，哎呀，这个剧本好像有点眼熟。天道好轮回，我想一想就很兴奋啊。
不好说，是不好说，大概率是稳了，也不能说一定吧，但是只能说大概率是没问题的。残血了。就不怕 T1 一穿上，小李已经不是以前的小李了。这要是没有两只 LPL 的队伍，我会叫他一声 Faker， 但是有两个 LPL 的队伍了，我只会喊他一声大飞啊。你到底上不上呢？你后面也没人啊。就这东西就莫名其妙，一个 QE 转一下，然后大你就死了。直接1000块了啊。
啊，对，好像打完我不太需要去了。盖伦这英雄现在就有点众生平等，怎么样，我都有机会可以杀你，算了，先开了吧，不等了，等一下我都可以再开一次了。三十来秒的，哎，不如直接搞大龙，大龙打完再避一波。每次都有人说要出个圆弧的，我只能说你是个天才。减速了，有点想闪现，算了，没啃必要，他没 W 了，直接开吧，没鸟盾你就死了， W 鸟盾又好了，这么快，我看了他刚才 W 结束我才开的，不是你到底来不来的啊？老师一副很想跟你打的样子，你要跟他打他又跑了。比较可以帽子，还少两个，先买吧。啊，算了，直接开了有头。懒得等，我想改个装备了。去守一下塔了，你是多少有点病，这两个人感觉两个都可以要啊，等到他有个大影魔刀子可以挡我们一个 Q。
一起可以收了。这卢仙跟武器拿小的，我们跟下路拿大的。直接双管齐下。这个一贼呢？哦，他在。他让对面以为我们没在打龙，可以。大一个前来，直接生输了。哎呦，真来了，直接团了，刷满了，装备满了就没有必要继续刷了。回家的时候可以顺路刷消耗一下啊。现在一个大对面后排残血，开个大对面团就接不了。硬切，那我死了一样能打伤害啊，直接开大。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，有些人死了但他依旧还活着，这就是死哥。死哥不怕死啊，就怕没发育，有发育起来怎么样都会有伤害的。这进了这么多，在人堆里面一直吃我们一家面具，还有 Q 啊。来个蓝药，还要追吗？那我来了呀。还要追吗？那我来了呀。还要追吗？那我来了呀。应该还有一个没跑到泉水。死。竟然没死。开盾减伤了。他那个 W。有个 0.75 秒的多少减伤来着的 ?75%。他盾开到就死不了。他会卡那个减伤的话就不好炸死他。哎，你还捡果子，捡果子会减速啊。两个 Q 就残血了。直接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别拖了。待会儿对面魔抗装起来我们就不好打伤害了。主要是我们理财装备能领先一两件，这时候炸对面都很痛。说到后期对面装备起来伤害反而没那么高啊。大招开了，先把塔卸一下，然后我们待会先开大，
把对面打残，给队友鼓舞士气，直接开大，对面没血了，然后队友嘎嘎上，收回来减速一下，武器再晕住 ，Q 再炸一下。